全民反诈骗，大家一起来。我是回蓝署道的署长刘瑞琪。现代的生活形态经常会使用网络购物，但是请小心，一旦接到电话通知告诉你因为网络购物设定了分期付款，或者因此你的账号有问题，要你操作 ATM 或者是提领现金，这些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，千万不要上当，绝对要小心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。